昏黄鲜亮。这几天各大高校都将陆续开学了。今天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报道日，我们熟悉的易烊千玺、李兰迪和胡先煦都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中戏表演专业。有网友偶遇胡先煦报道时遇到的窘境，原来他忘记带身份证了。你看照片上他一脸迷茫的表情，看着让人很想笑。有网友评论胡先煦看着萌萌呆，甚至有网友晒出昨天给胡先煦的私信，问他开学准备好了吗，提醒他不要丢三落四。胡先煦真的称得上是迷糊胡，一考时他就曾忘记打印材料，粉丝们都比较了解胡先煦有点小迷糊的特点。有网友评论说，胡先煦你都读大学了，做事可要仔细认真点，就看这些照片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胡先煦现场的尴尬。这次高考胡先煦的文化课成绩是373分，专业课成绩是 94.40 分。胡先煦11岁时就出道，他在荧幕上塑造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比如小别离他饰演外表叛逆内心善良的男孩张小雨，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里饰演萧元石，最近热播的如懿传他也出演了，他饰演的是孝顺善良的四阿哥永成。网友们期待胡先煦开始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的同时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